我真的饿死了，我就喜欢你这双粗腿。我是不太明白哦，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脱了衣服上班呢？我觉得这样好奇怪啊。是吗？穿衣服才奇怪吧。我上次在红豆汤里遇到一个家伙，长得好奇怪哦，还突然呼了我一声。可上面人啊，就跟他一样，真的吓死我了。就是他。你很怕我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呢？那你为何离这么远？我叫小明，我的梦想不是被吃掉。傻子，他的梦想居然不是被吃掉。他说了什么？什么？我的梦想不一样。还咯，这么奇怪的。哇，好奇怪，好奇怪哦。我想当一个歌手，组自己的乐队，然后开一次属于我们的演唱会。歌手。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来上班呢？因为穷。找不到我的水晶杂粮糕了。KTV 干嘛点杂粮糕？大家都是喝酒的。杂粮糕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杂粮糕？我还要点猪脚饭呢。等一下。一颗一颗就爆了，飞溅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。现在气氛刚刚好，你要不要唱一首？可是现在身边没有乐器，也没有麦克。那怎么办？我还以为你会掏出乐器和麦克风呢。你早说呀。如果有鼓手和键盘手就更好了。嘿，你的键盘手和鼓手。那他们会弹琴和打鼓吗？编剧说他们会。啊？终于。我可以开演唱会了。